有关《觉海慈航》一书，他有两个疑问。就是《觉海慈航》上说，在动作上遵守五戒就能往生，把念佛往生条件说得很低，请问是否如法？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所依靠的是净土三经，觉海慈航我还没听说过啊。如果你依他修行呢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如果你是依净土三经修行呢，那就没有问题啊。所以标准的时候一定要是佛说的啊，不能依靠人说啊。这个问题你可以去参考。善导大师所著的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上品上生章啊，里面讲的很清楚很明白。第二，他弟子曾经买50本《觉海慈航》发送，误导了50人，请问是否障碍他们往生，应如何忏悔？这个问题是严重。如果他们不相信你这个，那就没事；如果他相信了，那真的是找麻烦了啊！你要好好的帮助这些人回头，你送给哪个人要告诉他啊，你再送一本无量寿经去给他啊，或者再送一本呢莲宗宝鉴呢，这是净土宗的啊，像印光大师文钞啊，都好，都绝对没问题，正知正见啊，你再去送啊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忏悔啊，真正的补救。